晚上工時嘅1:55。啊，即係琴日就話要封閉呢個獅子山公園一個月，即係由琴日開始封閉，即係封閉到9月幾嘅，即係9月10幾號嘅，即係可以話一個月啫。因為好簡單一句，成日都講呢句，有起碼而家都已經有11宗登記個案。其中嗰啲病，佢好多數啲病患者潛伏期係去過獅子山公園。咁喺獅子山公園都有好多白文伊蚊，而呢啲白文伊蚊就係正正係帶登記嘅病毒。我心諗，如果佢話佢而家就喺獅子山公園係咁樣消毒，即係滅蚊。咁但如果嗰啲登記熱病毒，如果真係喺呢個街上未傳播，即係喺市區傳播咁樣大禍啊！咁係咪又再好似演繹翻好似2003年沙士咁樣，成個香港都有沙都係沙士溫床地帶？不過簡單一句意思個比喻就係、是，會唔會有人喺出邊已經有登記，跟然之後係傳慢慢咁傳播，跟住話俾你聽，登記熱已經成為咗即係全港香港嘅一個殺手，甚至係。通就係元兇，所以話俾你聽，如果真係咁樣嘅話，出街嘅話一定要做好防蚊，一定要做好防蚊措施，要著長袖衫，要搽上驅蚊油。你可能會覺得俾佢針下冇嘢，好簡單，你梗係俾佢針下冇嘢嘅。但第二日、第三日就應該開始有啲唔妥，頭暈發燒。如果真係話唔理佢嘅話，令到會出現重性登革熱。登革熱之後，你都聽過日本腦炎，即係好多宣傳單張，咩咩齊來把蚊滅走。白雲伊蚊就係帶呢個登革熱，而日本腦炎病毒就係由呢個叫做三大元副蚊引起嘅。我上次行完全孤島嗰時候，我好似見到一隻白雲伊蚊喺度，唔係我冇估到真係見到佢，但係我冇俾佢針，我只係翻嚟之後中暑啫，好簡單佢，因為嗰陣時天氣好熱，成個五月冇雨落，10幾日嘅酷熱天氣警告，嗰陣時荃灣係35度。所以話俾你聽，我行上山已經係成頭汗，跟住冇力。不過我都捱到最後，因為基本上如果你喺山上面暈低，好難會有人救你，警察都唔會救你。喺山上面，即使好真係好熱，但係好少人行山咁樣。即係你諗下，行山一條路起碼一個人都冇喎。即係大多數住喺山邊嗰啲，即係嗰啲蚊都出現喺山上面。即係住喺山上面嗰啲屋嗰啲人一定會覺得好困擾。我喺先頭馬嘅朋友撞到嗰個人，又係日日都著呢個恤衫西褲嘅人，佢
佢好似得一件衫，日都記住呢件衫。我見過由麥當勞個方向行，喂，見佢由麥當勞行過去，即係我成日買早餐嗰個地方，但係又坐翻嗰度食煙。我喺上喺上次唔係喺呢幾日，甚至話前幾日就話打機咁啱就見到有人同我鬥，見到人同我鬥，咁鬥輸咗，即係我唔喺度嘅，但係佢同我鬥咧，即係你一個比喻嚟講，打輸咗。即係我第二日同佢鬥，後屘我打贏咗，再之後我整蠱翻佢咧，佢 unfriend 咗我。即係講又講，即係話呢只 game 可以話唔係而家年代玩，但我好多台灣人都玩，甚至啲香港人都玩。呢個小肉箱，即係好簡單一句，即係鬥輸咗。我話鬥翻佢，我話贏咗。後屘整蠱佢好多次，好簡單句，因為佢之前即係有扇貝有章魚啊嘛，你偷咗扇貝嗰啲嘢，跟住俾佢出嚟拍賣，跟住到第二日，我幫手整用錢整翻好嘅魚缸，又偷翻珍珠又拍賣，咁幾好搞笑。跟住後屘佢嬲多仔又 unfriend 咗我。即係你都知啲人唔中意人哋鬥佢，但係佢又中意鬥人。正如好似咁樣，依一個女仔如果俾一個男激到喊嘅話，話俾你一發不可收拾，佢好難會氹得翻佢。因為個個都上曬女仔，唔上男仔，上嚟有咩意義？我記得好清楚咧，喺小學六年級，即係咁啱就喺同班同學，就同我嚟嘅。跟後屘喺 Face， 即係上 Facebook 嗰陣時，唔知點解佢鬧我，跟住佢 unfriend 咗我三次。第一次 unfriend， 跟住再 add 翻佢 friend， 跟住冇問題，跟住又再等我彈我 friend。即係以往認識嗰啲兄嗰啲朋友都係假嘅，唔係朋友，唔係兄弟係契弟。因為話俾你聽，即係 Form Two 識咗好多 friend， 但後屘嗰啲 friend 爆我大鑊之後，我係絕交咧，佢就當即係唔當兄弟啊！即係嗰發生嗰單嘢，之後屘佢講曬俾人聽。跟住仲同聲同氣咁樣同我講一句，唔該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喺小食部買啲嘢翻嚟啊？好簡單嚟做，原諒你啫，好難原諒。即係話俾你聽，啲班後唔係後生，唔識收下飯後，對於某啲人嚟講，即係話你好中意夾 band， 冇所謂。冇乜所謂咧，因為反正識咗嗰啲人都係一個損友，
嘢都係損友啊，唔係輸係咩？所以話俾你聽，有我識咗好多 friend 嚟講，個個都係損友嚟嘅。